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6月12号下午7点32分。今天呢就跟进一下昨天所分享的潜能股 KSL 跟这个 UEMS， 还有一个是可嘉业，这三只呢都是曾经在我的视频里面介绍过的潜能股，也是有在我的这个外销小组里面分享的。然后呢另外再介绍两只潜能股，看看有没有机会飙上去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只 KSL， 这个是前一两天分享罢了，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VCP 形态，然后呢今天呢它就突破了这个颈线。之前我讲过突破颈线是一个马路讯号，它今天开高走低，收盘价呢是 2.06， 但是呢才是处于这个颈线的上面，而它的股价呢现在也是比它这个筹码主力线更高的，有这边有这个筹码峰正在支撑住它，突破是一个买入讯号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继续往上涨。这个就是 KSL， 另外一个呢就是 UEMS， 也是一样，它突破了这个主力线的根，但是呢它也是一样，同样的开高走低，幸运的是说它还是维持在这个颈线的上面，还是 OK 的。现在就看一下这个筹码主力线，也可以看到它的股价才是高过这些筹码主力线，所以还是 OK 的，底部也是很多筹码峰正在支撑住它。现在就看一下这一两天它有没有机会继续往上飙，去挑战这个前高阻力 1.28， 这个就是 UEMS。 另外一个是可嘉业，这个是应该是上个星期分享的，那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VCP 形态，我就说如果它有机会突破这个顶尖 1.87， 这个就是一个买入讯号，而今天呢它是突破了，收盘价是 1.91， 同样的也是看一下它有没有机会继续往上飙。这三只股呢之前呢都有在我的这个 WhatsApp 小组里面分享，也有在我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视频里面分析，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视频，潜能股视频。现在呢就看一下它有没有继续往上涨，往上飙。当然止损呢还是要做的，这些技术分析呢是没有 100% 包上涨的，止损还是要做，策略还是要 follow。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的，免费加入我的这个 WhatsApp VIP 小组，免费的使用这些筹码主力线，免费的提前部署买在起涨点，你可以用我的某某马来西亚的连接去注册某某马来西亚，开户入金再填谷歌 form， 你就会被邀请加入我的这个 WhatsApp 小组，是免费的。但是如果你已经是某某马来西亚的客服，已经入金了，这样呢你就不可以领取这个免费的福利，但是你可以选择付费加进去我的 WhatsApp 小组。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留言区里面找到我的这个 WhatsApp 号码，直接联络我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来分享另外两只的潜能股，当然 这些股呢都是有在我的这个 WhatsApp 小组里面分享过的。第一个呢就是 National Gate， 可以看到的图形呢也是非常类似的啊，看到吗？
这个 VCP 形态，今天呢终于爆发了，收盘价是 2.04， 把这个筹码主力线打开来，同样的它的股价呢是比这些所有的筹码主力线是更高的，今天突破当然就是一个马路讯号。如果你没有买到的话，你明天看一下有没有机会继续的买入，个人认为呢它有机会往上飙，这个就是 National Gate。 另外一个呢就是 Synergy，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典型的 VCP 形态，今天就突破这个颈线，收盘价是 1.76， 突破颈线，然后呢它的股价呢又是处于所有的筹码主力线上面，这个筹码峰是它的支撑盘，符合我一直讲的这个形态，所以今天这个突破是一个马路讯号。我当然有在我的这个 WhatsApp 小组里面提早提醒会员，相信呢大家都是有赚到小小钱。它突破之后，因为它还是处于上升趋势，很有机会呢继续往上飙，我们就继续观察，看一下这五只股有没有机会继续往上飙，成为一个飙股。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帮我去 share， 帮我去 like，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鼓励我一下，可以鼓励我分享更多的潜能股，更多的技术分析。如果你是想免费的加入我的WhatsApp小组，记得去留言区了解详情。如果你不符合条件，你就可以在留言区里面找到我的这个WhatsApp号码，直接联系我，付费加入也是可以的。谢谢大家。谁是新加坡下载量第一的交易平台？是 Momo， 现在在马来西亚也可以交易了，只需要一个手机 APP， 你就可以轻松交易马股、美股、 ETF、 认股证和房地产信托，也可以随时随地在平板和电脑上交易，并且你可以在2100多万人的投资社区里分享投资洞见，立即下载 Momo 吧。